它这个就是绣的，就是刺的纹路啊，嗯，当然是一定有分贵族跟那个平民的，嗯，嘿，然后就是他刚好就是我刚刚有其中有问到他说大概是几个工作天啊，他说大概也是两三个工作天，然后就是用竹子，就是橘子的针跟那个竹子夹在一起，然后就是。之后再用那个，就是锅子的那个黑底的那个黑黑的那个锅底灰，然后会，当然刺的时候很痛啊，所以会哭啊，对。然后他就是刚好日本人来的时候，也是有叫他们拿掉，可是这个也是没办法拿掉。很痛啊，会肿起来。因为他们会说，为什么来的我能不干嘛，妈妈会叫我用这个，又很痛，又让自己的皮肤有一些，就是纹路，皮肤会黑。可是爸爸妈妈会说，那个是因为对子女的疼爱啊。像它这个纹路的话，它就是有，它的手上一共有五个纹路，应该是要用画的，画在纸上的话是可以画了。然后这两个是一样的图案，然后它这边再一个图案，是，然后就是它这边其实也有一个。这边是比较不明显的。他们那个时候的那个时代，纹手的人，女孩子几乎都要纹手。嘿，是他们最早纹手年纪是在12岁左右。12岁到16岁中间一定会纹手，他纹的就是冬天。第一次纹手是在冬天，第二次纹手是在夏天。干哥，阿妈干外干先生，你干外那么那么过孤单那咩呀？干外三日日本干嘛那么过孤单的？有呀。怎么是该改歪嘛？那么那个呀，改。他就说老人家就按照什么样的图文就给我。因为他们这个图文画出来之后，他们就会跟那个头目讲，可以修这个图文，可以吗？他们还要先问，你看我有这么清前先预告知图腾，然后接受愿意之后，然后再跟人家杀猪，跟人家讲说我要刺青了，我要刺纹手了，我要纹手了。
这样子，一定要先像这种图文，你不是画出来之后，对，要跟头目讲，对，头目答应了之后，你要纹手之前，你要杀猪跟全部落的人讲，哎，讲之后杀猪，然后分享给那个给村庄的人知道，这样子。因为那个孙女就这样照顾他啊，目前他有点失智，对，所以啊，我不是白天上班嘛，我下午就会偶尔来看看他，看看你，对啊，因为他的孩子都，因为他就一个小孩，就一个小孩，所以那孩子就中风，又在安养机构，哦，真的哦，所以就只剩下老奶奶在家里，他很慈祥的感觉哦，我们从小时候就被他们照顾，真的，为什么这么说？因为他也是他的那个第二任老公啊，他对教会就很虔诚，然后以前小时候都在教会长大的，然后他那个老公都会时常给我们东西吃啊，然后教我们教会的道理啊，就看到他现在失智了，我就感触很多，对啊，然后加上他常常一个人啊，就很心疼。他目前就是他这个哈，因为他的身份是比较属于平民阶级，所以在他的图文上面是不会有户籍的。哪里来的？哦，他说他现在很瘦。哦，冷冻了呐。我说心里当那个信息，我听人说。哦，他说那时候他们应该是在10岁以内，真的10岁以内，他也没有上过，他也没有受日本教育，日本政府的教育。我们亲戚是属于那个，大部分都是移居过来的，所以并不是土生土长的亲人。从旧大武，对对对，还有的从吉路、雾台那个地方，还有好茶，对。我们这边大概移村迁村大概70年了，所以我们并不是土生土长的。像他们这一辈就不是土生土长的青年人，嗯，作品，你说这个地方是没有完成的，对对对对对。那意思就是说，当时他如果要完成，会是什么样子的？那本意面，因为面是把这是改面改，那本意那本意。不，不要改了，不要改。哎，十字，他给他做十字纹，那个做十字。哦，本来要做十字纹。对对。那不就是故意吗？他是雾台乡阿里村，然后嫁到这边嘛。哦，阿里村是。这是孙呐，阿拉该古曼努嘛，啥把这是木栓呢？伊拉麦。那个阿拉该古达天努是古达吃吃努个。那拉拉。哦，阿拉该古达米阿古呢呀？哎，那古伊拉麦他啥都嘛努？他们老面带呀。哦。要把这是两次吗？是一次。给白露给把扎实，你娃娃露，你娃娃露出来个那么漂亮哦，哦，我一次就那么漂亮了。来给保证给起来给那个，哦，有两次才完成。嗯。